OK， 你谁？这个我大概没有工商可以接了。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我们今天要干嘛？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有没有玩过《神灯精灵》，然后它好像叫什么阿基什么的。我们今天呢要玩的就是它，但我自己猜是有点偏无聊。我觉得大家来投票会比较有趣一点。然后我们来想办法把它猜出来哦，不知道会问什么问题。一中，他有脚吗？如果是说我现在这张图的话，是刚好没有接到脚，但是他本人是有脚的哟，不然他要怎么？那个速度看起来一定是有脚，是，他有脚。OK， 让我们来选出他是有脚的人。您描述的对象是名台湾人吗？很明显是位，很明显不是吧？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人。你描述的对象与英雄联盟相关吗？现在已经不无关了。现在已经无关了，我看是。哦，那我们这个因为神灯版本比较旧，我们还是给他选四好了。你描述的对象哦，戴眼镜吗？那有时候有，有时候没有了，应该算有吧。上等的时候有戴。一句话，你要不要认？他平常也不戴啊。OK， 那我们就选没有吧。血缘关系哥哥的角色，谁的哥哥啊？谁啊？这个想要猜，想猜谁啊？陌生人哥哥。该角色是否为黑白色？是条纹衣的那个黑白色吗？你要说对象曾经是个国王吗？他是吗？什么样的国王呢？小养国王也不是他吧？啊，中路帝王，中路帝王，那我们这就不投票了。是，他是。OK， 你谁？鸡环肚的样子。没有，不要这样子。好了，蛮像的啦。那我们来比一下好了。哦，越看越像。但是我们其实应该算是成功了。我们就给过了，好不好？给过。闭上眼还蛮像的。我不知道大家心里的维尼是什么吗？但是我们来猜小熊维尼吧。我们指的小熊维尼就是小熊维尼而已啊。你描述的对象是一名男性吗？我跟大家说，我今天做完这个，我大概没有工伤可以接了，是吗？他是一名男性吗？他是。OK， 大家非常的踊跃。是的，小熊维尼是一名男性。你描述的对象，他说中文吗？我是想说，大家心里都有一个维尼啊，我不知道大家的维尼是哪个维尼，但好、哦、太悬殊了。是哦，据我所知，我心中的维尼是说英文才对啊。但是如果大家觉得小熊维尼是说中文的话，那我就学中文了。你描述的对象死了吗？大家最好是注意一下自己的态度。下一个被送去某个地方的人，可能就是你啊。OK， 那我们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，否。你描述的对象是个政治家吗 ？Oh my god， 越来越接近了，越来越接近了。小熊维尼为什么会是政治家呢？这个是观众选的，不关我的事。啊，怎么这么悬殊？是，好的，是。你描述的这个人是，小熊维尼怎么会造反呢？他平常都在吃蜂蜜而已，他怎么会造反呢？我是观众的奴隶，我是观众操纵的奴隶。他是否为？你描述的对象已经退休了吗？这我真的不知道了。小熊维尼退休了吗？永不？谁说永不？我看永不退休。毕竟大家也知道，小熊维尼这个作品呢，会永远的存在大家的心中。所以小熊维尼永远不退休也是很正常的，对吧？谢谢 Jimmy 主播的台湾。你永远是我的最爱。你描述的对象真实存在吗？请问朱大哥是否真实存在？朱大哥真实存在吗？各位，在参选总统，真的假的？真的是。OK， 是。来，我们投。好了。请问朱大哥活命派，朱大哥死去派，战斗！你描述的对象死了吗？我不瞒各位说，我玩这个角色，我就是为了这一题。你描述的对象死了吗？朱大哥死了吗？来，各位站好你们的立场，五五开，哇，太激烈，太激烈了！朱大哥
是否还活着呢？上礼拜他竟然复活一次，朱大哥没有死，要怎么复活？死派跟活派呢，真的是战得非常的激烈。这个只差这个4%，只差4%，这个看似要重新验票才可以哦。不会吧，不会吧，不会吧？大家都觉得朱大哥死了吗？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这看来大家应该不会叫我重新验票吧？不会吧？看来呢，死派还是略胜一筹哦。我们死派还是略胜一筹。这个我们很遗憾的，诸葛亮在多数决的决定下。诸葛亮已经死了，还在拍《到底罗曼三》快杀鸡，快过年了，快过年了，我们到时候看《到底罗曼三》会不会上映呢？我们去电影院等这个活派的，我们去电影院等《到底罗曼三》上映。你把大哥吹死啦！我没有吹啊，大家把大哥投死了，不是我把他吹死了，好不好？你描述的对象管理过他的国家吗？请问朱大哥，刚有人说朱大哥今年有参加总统大选，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？那朱大。不要再臭了，死者为大。OK OK， 我们非常的悬殊，那我们就直接选否了。他是讲中文吗？他讲中文吗？这个算是什么呢？是台语还是台湾国语？还是说，因为全世界都是弱国的，所以其实也算是一种中文呢？你描述的对象你描述的对象是节目主持人吗？这个总不会错，我们越来越接近诸葛亮了，我们越来越接近诸葛亮了。Oh my god， 这是我们第一次最接近解答一次哎，直接回答是哦，我直接回答是哦，诸葛会社。你描述的对象外号是不是猪？我突然有一种被看透的感觉。你描述的对象外号是不是猪？哇靠，原来认真回答是可以猜到的，是。罗志祥了，罗志祥的话很好笑。我们如果勾活着，可能就是了吧。